测虎爸虎妈指数。虎爸虎妈是指以极其严厉的方式管教小孩的父母。想知道你成为虎爸虎妈指数有多高吗？快来玩阿波罗老师的鞋款占卜吧，请选出一款最喜欢的鞋子。选好了吗？来看解析。选 A 的人，你会亲自教导孩子读书，帮助他学习与探索好奇的事。妈，火药怎么做出来的？哇，爱迪生，那我来告诉你火药是怎么做的哦。懂了吗？我懂了。爱迪生，为什么我们家失火了？我刚刚在尝试做火药而已啊。失火了啦！虎爸虎妈指数50%。选 B 的人，你强悍威严，对子女要求非常严苛。小黄，把外套脱掉，我要锻炼你坚强的意志力，赶快脱掉。可是现在只有-10°C，很冷哎，妈妈。坚强点，脱掉。很冷啊。好冷啊。你连这点低温都受不了，将来怎么做大事的？坚强一点，容易让孩子无法在温暖环境中长大。虎爸虎妈指数90%。选 C 的人，你会用开放的态度尊重孩子的选择，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女儿，妈妈跟你讲，无论你要做什么事情，妈妈都支持你 ，OK 吗？哦，好啊，那妈，你先借我100万好了，我想要创业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那个，好，谢谢妈妈。妈，投资失败。1000万，那些讨债的人又来了。我那也要追了，快点！虎爸虎妈指数20%。选 D 的人，你认为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还睡还睡，你还睡？考试考不到那里，你什么胆怯？啊！我在念书，念书的，不要打我。希望孩子照你的方式走，让他压力很大。还睡还睡，你趁着我跟书道歉。我跟你讲，妈妈是为了你好，你现在不考第一名，我以后会后悔的。虎爸虎妈指数70%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